陆亦臻带着大女儿贝尔参加中国亲子节目，翻摄自微博娱乐频道综合报道。中国男星陆毅2006年与老婆鲍蕾步入礼堂，婚后育有二女。先前他带着大女儿贝尔参加亲子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二季，古灵精怪的贝尔深受观众喜爱。近日他在微博分享二女儿小叶子的萌照，一双大眼睛与胖嘟嘟的小嘴与姐姐根本复制贴上，而眼尖的网友还发现小叶子竟然撞脸吴尊的儿子 Max， 让网友笑称是不是颜值高小孩都有相似之处。陆毅的两个女儿长相几乎复制贴上，超强基因令人惊讶。翻摄自微博，陆毅女儿贝尔右和小叶子左。翻摄自微博，陆毅夫妻俩经常在微博晒女儿，两个孩子都遗传到爸妈的大长腿及高颜值。近日小叶子玩计算机的照片，其刘海配上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古灵精怪的表情，乍看之下竟近似吴尊的儿子 Max， 让网友看花了眼，纷纷留言表示第一眼以为是吴尊的微博，原本只是像姐姐贝儿，现在还像到别人家的小孩了，这一家子都好可爱。可爱中国男星陆毅的二女儿小叶子被网友认为撞脸吴尊的儿子 Max。 翻摄自微博，吴尊带着儿子 Max 参加中国亲子节目，可爱乖巧的模样备受观众喜爱。翻摄自微博，